吃饭了，老公。哎，那哎呀，哎，选一个吧。选啥选？我吃我这个。啥又给偷梁换柱了？这可咋整？这么多鸡蛋都是人家的了。不行呀，得想想办法了。烦死了。再不吃就来不及了。别吃了，别吃了，别吃了！人家两个人肉，你嘟，都长胖了，够吧？少吃点人。就给剩这一个了。也不像个耗电的理由，我这小身材多么苗啊！哎呦我的妈！